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银子。然后这一次我要看的视频，因为之前我看了那个 Purely 的那个 solo，好卑微。然后有人给我安利的这个 solo，它还叫 Love，然后加还有这个叫什么？Baby，Baby。然后我们就先一起来看一下，三二一，Go！这是在什么上面？是还是在演唱会上面呢？哎呦喂，这反拍，反拍 Go！你的焦距，你的焦距，你的像素，你的光圈，不是，你的关键是你对好了焦，变速。没有字幕，要有字幕就更好了。还没有开溜，我们 Purely 正在好好的唱歌。啊，这就是一个唱歌吗？就是没有舞蹈是吧？好好听。是雪哥哥吗？这怎么变黑白了？这是进入重点了是吧？行吧，愁啊！文心一天呢，我就知道他肯定要跳舞，但是文心一天的那个，他们妈妈木哪一个是最性感的？我觉得应该是花洒，他们这都是谁跟谁学啊？就这种就是这种比较性感啊，真的，我觉得天哪，就是。片里上一次就是好卑微的时候，感觉就是那种很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酷过小哥哥，然后这次就感觉是很柔、很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啊，那个扭啊，是吧？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真的太会撩了。我觉得他是不是也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，对吧？深知自己的魅力和自己的就是那种就是杀人那种就是。那种地方在哪里？所以就是每次就是会戳中，哇，真的不得了！一个人一旦太了解自己的魅力，就会发散了。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自己，妈耶！好吧，冷静。然后谢谢你们的收看，然后谢谢你们的安利，然后喜欢或喜欢我视频小可爱可以点关注、点推荐、投。